一起去凤梨酥院。凤梨酥院位在台湾高雄市凤山区，紧邻凤山城隍庙，于民国74年公告为三级古迹，是台湾现存规模最大的酥院。这只牛看起来很厌世哎，这只马好高哦。听人家导览吗？跳什么舞啊？人家导览你也可以跳舞啊。走这个门。好，往前面走。会不会跌倒？会啊。你敢不敢走进去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走走看啊。爸爸请进来，我还一起吃什么？